涉逃税，西班牙文化体育部常府上任就辞职。西班牙文化体育部常伍尔达 Maxim Huerta 遭揭露曾因逃税而被罚款，他今天宣布辞职。这对上周才走马上任的社会主义政府而言，无疑是一大打击。西班牙前总理拉合伊 Mariano Rajoy 所属的保守派人民党 Popular Party 中有若干高阶官员卷入贪腐丑闻，国会一日对此通过不信任案，拉合伊黯然下台，由桑杰士 Pedro Sanchez 接任。桑杰士任命主要由女性组成的内阁更在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府及马耳他拒让载有629名移民的船靠岸时伸出援手接纳，赢得全球赞誉。但西班牙网络报机密 El Confidencial 披露，获奖作家祭奠是名人伍尔达于2006-2008年间利用空壳公司逃税218322欧元，约新台币768万元。西班牙法院去年勒令伍尔达向税务局缴纳应付税额、罚金及利息等，总额逾36万欧元。伍尔达7日宣誓就职，他一周后在记者会上表示：“我将辞职。”他也说自己是因税务机关变更标准才被罚款。西班牙媒体报道，伍尔达是西班牙近代史上任期最短的部长。